你放心，嫩得很。放心，萝卜啊，两块。这昨晚上吃的，昨天晚上吃的，早晨吃的，吃干不赢。其实都嫩，你喜欢圆点的嘛？圆点还是这种嘛？圆的都嫩，其实。快点。我一没经常在这儿卖菜，你回去都热的我。我拿出来摆些。哦，要得。好的，昨晚上回去，小火的很的，没得了，这是最后的吃了。只能被逼着水里就。我杀你看嘛。买两盆嘛。那个沙爹还有包子，用的菜。好，你放心好了，吃萝卜就吃大的，整片儿都整大的了。来来来，我的新鲜萝卜简直上市了，这个萝卜不要错过。来，买萝卜嘛，简直新鲜萝卜，很脆很嫩的哦，吃起要滑渣哟，老板儿，是不是？买萝卜嘛，吃起滑渣的。如果苦的做那个时候就苦得很，都是要的价呀，要的价的，要的价的。来来，买萝卜买菜，萝卜买菜各有所爱哈，随便挑随便选。想挑萝卜的挑萝卜，想挑白菜的白菜哈。平时也南北小白菜，那短的不叫你吃长菜。白菜的嘛，我的青椒萝卜。你不是白水都趴在白条子嘞？啊？我们这个是嫩得很噻，弄小一会儿叫，我这不高兴的。别玩这种，又没洗好了，我还来卖，你不是说，干一根，一根了，一根都走。这边洗不是你放一会儿可以，2块钱一个了。早晨起来的。我昨天晚上看的，今天早晨回来的。早晨起来看你存在的应该，从早晨起来看有二十多斤。我那天我吃亏嘛，都不要你们吃亏噻。我这个大了水起码要做一二两，一二两的话就是几毛钱了。你放心嘛。我们干是实实在在的，3块钱嘛，三块喽，这后头就没得喽。来来，卖菜点价了，点价了。我们这个好吃，三斤挣的没了。3块了嘛，两颗。萝卜都是一个价，一个价。萝卜呀，萝卜，好没。不要犹豫，不要徘徊，2块，要价卖了。没有洗水的，如果洗了水，随便都要冻在那儿。我冻的是红烧的噻，又没洗过，昨晚上看的，所以看到有点研究研究的不新鲜。其实就卖这种放一放的，你水多的啥用嘛？对。2块钱，他都来吃的我用的哦。啊，3.5块，老板。哎，老板，你自闭，别自闭的那个意思哈。放的可以买来放一会儿，没有洗的。刚开始卖呀，现在是最好的时候，2块一样的价。我起码就是那，你可以放一会儿都不管事的，洗过水洗的水脏都不干净。你选了，白水都煮得好噻，还别说微肉，微肉嘛你还走哪儿都不好了。5块5。5毛钱一水，不2毛3毛都算了，种菜不容易啊，洗着贪黑的，每天两个就开始了。没得渣渣，那就吃起水晶的噻。
没得好重，这一根你看嘛，3.5块，他本来是一周是卖的是2.5块，我都没有喊多高，有些猫喊过3块再慢慢的讲，我们都是干好多就好多。我给你听两张，再再给我们眯了，你看眯了价格就不一样。小兄弟，你慢慢的要卖进去，现在都是老是卖不进。哎呀，我喊的是市价，我没有喊2块5、3块的，慢慢的喊一价，贵的。如果这儿我喊1.5，你可能喊我开1块。好多嘛？2块啊，我都是卖好多就喊好多。这我喊1块，你就说急嘛。没得帽子的，没得黄的，没得绿的，没得问题。你都更没问题。2.5。白菜哦，没得了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哦，来哟、哦，2块，便宜买了，平时爷爷买干干的哈，又小哦，又新鲜。我一周卖1块多，那不算2块多，他们那些饭不是贵的，因为这些小伙儿的新鲜货，而且有些是坚果哈。来哟，买小白菜，买我的萝卜哦。东瞧瞧，西走走，看看交通有没有，没有就赶快带点走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徘徊，犹豫徘徊等于没来哈。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来哟，错过今天等明天哈。这样买白菜不？萝卜2块，一斤2块。炒煎煮白水都包吃的，哦，随便同学，这个才广泛的呗，2块钱。好的，买萝卜的呀，我不要的价格，知道不？3块钱，干嘛就是买好，卖完了，今天150斤菜，今天就卖的就是2个小时卖完。